这里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，古蜀先民曾在这里畅想飞天，中国的空天探索在这里创造着辉煌奇迹。这里曾是古老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，中华文明从这里一路西行，迸发光芒。今天，这里将汇聚全球航空航天精粹，打造航空航天科技日新月异的荣耀盛世。航空航天产业是大国崛起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。四川，天府之国，以其雄厚的航空航天科技基础，成为中国在这一高技术领域的重要战略基地。巴蜀大地重点打造的民用航空和通航领域的全产业链日臻完备，开放的四川期待着在这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强国的独特魅力。越城西昌，剑指苍穹，蓬勃升腾的火箭搭载着一颗颗卫星从这里奔向太空，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在这里变成现实。西昌见证着中国对浩瀚太空的执着探索。大国利器，鹰击长空。四川拥有完整军用航空产业集群，从设计到验证，从研制到试飞，几代战机从这里腾空而起，呼啸风雷，震惊世界。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，从运营维修到人才培训，从核心构造件到整机总装，四川已形成中国大型民用客机的全产业链体系，并不断开拓与国际航空巨头的战略合作。航空发动机，这颗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是先进智能制造业的重要体现。作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的重要基地，四川在这一高端制造领域基础雄厚，科研实力突出，产业经济规模国内领先。远举高飞，博学笃行，成立61年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与三星堆遗址毗邻相望，它是世界最大的民航培训学院，已成长为全球民航业界翘楚和民航飞行人才培养的标杆，是中国民航飞行的教育重地。这所蓝天大学正不断为中国民航发展夯实人才高地。13-5规划蓝图已经绘就，四川将践行中国大力倡导军民融合、工业制造2025，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的战略目标，凌空御风，使城德绵一体化经济发展飞上新高度，加速提升四川航空航天制造业水平，带动产业协作，打造空天经济，助力中国航空航天产业迈上新的台阶。顶级的飞行表演，饕餮的视觉盛宴，零距离的航空体验，世界级的航空器展示，四川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以展览为平台，打造航空文化，推动产业落地，促进产业发展。承载着古蜀文明的飞天梦想，四川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愿与八方宾客一起问道苍穹，筑梦云端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0000里，让我们携手
共舞蓝天，融合发展。